喝的。我就找那两个啊，搞不好没有来啊。啊，搞不好没有来，他也没有出来。没有，不会，他会来啊。他电话已经给他用了。他出来的时候有跟你说。不是在这里走，不是过那个吊桥。那个吊桥下面没有吊桥。那下面是秀兰温泉。秀兰村的好高冷。来，啊，我请个小姐，还有一个东城的，东城，啊，东城在这里。哎，啊，今天就是他是领队嘛，啊，向导，啊，我们村里也是，村里也是我们，对，也是我们的向导。好，现在就由我们领队大人来跟我们讲今天的行程。好，我们这边是秀峦，啊，这边是秀峦，这也是一个景点。好，那这边的枫叶还蛮漂亮的。那我们现在大概海拔在900公尺左右，然后我们要过那个前面有一个军舰岩吊桥，然后过去之后上湖里，上不是上资深茅台山了，啊，哈，哦，资深茅台山是海拔1789，所以我们大概落差是大概800公尺。哦，那我们沿途都是非常好走，之后再接比较一般的路线，一般路线也是非常好走。那沿途它是有一个历史的一些那种炮台遗址啊，或者一些住宅的遗址，哦，然后大家就慢慢的去欣赏。那我们这样上去大概是三个小时到。变成一个去老海呀。天神能盖呢。阿伯去啊！对，我读战斗师啊，第战斗师兵，第三我倒来下摆伊，上水啦，上好，这上好。对啊，大概去5次跑不了。哦，去呀，去啊，纯粹哈。看风景可以啊，那个它步道还不错，步道很段走。啊，不要上去，我们跟你讲，我不敢再跟你讲。往那边。女生啦，都包家人好啊。二月松，对，好，看谁？看谁？嗨，哦，赞，天气超好呢。哦，哎，好山好天气，又碰到美女啊，帅哥啊，好久没爬山了。阿西中了哈，阿西哈，来来。我们又见面了啊！哦，赞，来，帅哥啊！嗯，赞，小龙一路走。
啊，这一带都是了，都是，来了，来，这种炮台，我要在梅雨礁，有啊，阳明山的有啊，对啊，那边够哟，那边啊，你卡切草哟，文姐卡切草，牛马路，哎呦，对不起，你唔知哦，小姐好哦，我这是来买鸡嘞，买鸡，好啦，这个牛马路，稍等，稍等，再来。今上次送猫台山呐，回秀峦冰镇了。这边玉芝玉峰大桥，这里这个壕沟啊，就是用石头，那石头堆叠起来。整片的湿地啊，
哦，睡呀。哦，睡呀。哎。嘿。我爱按按呢。这样子。哦，有我拉进来。站。哎，哦，站。哦。站呢、啊。哎。谢谢。站。谢谢。哎，我拉进来哦。哦，睡，哦，站。谢谢。笑笑，帅，强哥帅不帅？帅不帅？好，谢谢。帅哥第一次看到哎，对啊，够我喜欢看的，那玻璃啊，哦，赞，哦，谢谢，我谢几点哦，还有没有？另外一把，